第五段花布的节拍，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五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六、二、三、四。我们再换一个角度。Slow, quick, quick, slow, quick, quick, slow, and quick, quick, slow, and quick, quick, sl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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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d quick, quick, slow, quick, quick, slow, quick, quick, slow. 第五段花布的分解动作，五瓣相对。我们先取开，开式。好，一个慢步，基本步，淡女生呈旋转舞姿，基本步难退，淡女生绕圈 walk。好，接着我们做一个扭转步 ，quick quick slow。好，扭转过来之后，再带一个扇形。好，我们这个角度大一点，好，180度的扇形。接着呢，基本步套男生的头，快快，好，重心呢都在右脚。接着左右摇摇，做一个左斜前层。好，男生要解开字形右转，女生并脚拉开又变成扇形。好，右转再解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做一个基本步，带女生呢左转过来下沉 ，quick quick and slow， 再带开扇形 ，quick quick slow， 最后基本步左转回去 ，quick quick slow， 难退 ，quick quick and slow。我们另外一个角度再示范一次。好，我们做一个开步，基本步带女生成一个旋转舞姿。好，男生退，带女生绕一圈，做一个扭转步，快快慢 and 好，我们做一个大角度的扇形，快快慢。好，接着基本步靠近的时候呢，手套男生的头，快快，重心都在右脚，左脚点。好，左右摇，左侧层。解开的时候，男生右转解开 ，quick quick slow。好，换女生到男生的前侧左转，再带扇形。最后基本步，手窗之下左转回去。Slow.